基于阿 K 两人的关系，在座中老师从没明确表示过，两人互动又让你觉得好像比普通朋友更亲密，不只是在公安的前后辈关系。可是我们都知道阿 K 喜欢的人是 Maki 吗？有人说他们两个是炮友。在单行本第五集尾夜夫乐漫画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基野家中的牙刷有两只，阿 K 似乎常会来这边睡，那是不是这样不清楚？就对阿 K 来说只是肉体关系好了，但对基野来说可能不是这样。就在基野死后，他妹妹把信带来给阿 K。 接下来这一幕在动画中没有出现，原著中其实可以在画面不清楚的信上面看到 Suki 这两个字，也就是日文的喜欢。这一段是作中没有带我们看的部分，所以让人有一些想象，如果这一段的对象真是阿 K， 也就是说基野一直以来都喜欢着阿 K。